男人们总说女人心海底针，费尽心思也难以猜透女人们到底在想啥。确实，男生女生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。男生习惯于聚焦式看世界，女人们则爱发散式看问题。但是爱情是藏不住的，观察生活中的种种细节，你将会发现那颗炙热的真心。爱你的女生一定拥有下面八种表现。一，爱你的女生像一块小年糕，时时刻刻都想和你在一块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想要你的陪伴。也许你会嫌弃她黏人，但这正是她爱你的表现。小黏人精们在男友面前疯狂地刷着存在感，希望得到他的全部注意力。二，爱你的女生对你的占有欲极强，当男朋友和周围的异性有亲密接触时，她就会胡思乱想，神经质一样地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恋爱中的女生都想像抓住手中糖果一样牢牢抓住自己的男人。三，爱你的女生会时刻把你放在心上，她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心呵护你，体贴你的辛劳，理解你的苦楚，像个老妈子一样怕你冷着饿着累着，恨不得一天24小时围着你转，为你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四，所谓的女为悦己者容，爱你的女人更精心打扮自己，她越来越顾及自己的形象，会折腾发型，会认真地搭配衣服，希望你眼中的她更加完美。她对你的在意从各种衣着细节中便能看出。五，爱你的女生愿意为你付出，为了两人之间的感情，她能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，你的快乐便是她的快乐，你的满足便是她的满足。恋爱中的女人有着一种献身精神，为你的心甘情愿付出。六，和你在一起，她就能化身情话小能手。女生一般都比较矜持羞涩，可一旦陷入爱河，就能全身心投入，毫无保留地表达着爱意，为哄你开心，甚至愿意主动说着甜言蜜语。七，爱你的女生会被你牵动情绪，你的笑容是她的追求，你受委屈，她比你还伤心，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，她敏感地感知着你的情绪波动，为你送来体贴的安慰和祝福。八，爱你的女生会全身心地信赖你，她会支持你的决定，默默地在你背后加油鼓劲，就算你遇到人生低谷，她会对你不离不弃，你是她的铠甲，也是她的软肋。真挚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珍贵的，愿你看遍万间花，愿你渡过苍茫海，愿你遇见今生所爱，彼此珍惜，不离不弃，相伴一生。